好，那现在他在炸了，已经，那上雅已经答应了，他现在在抽泣，在后悔，在哭，丢三落四，什么东西都乱丢，竟然还让我吃炸，等一下就可以尝一尝啊。嗨，各位好，我是上雅。我们现在的地点呢是在花园夜市，对，看一看，真的花园夜市哦，花园夜市，好回来。而且现在录影的小妹是棋子，对，我是棋子，耶，棋子从香港来跟我们一起玩了，有没有开心啊？那作为3500订阅呢，刚才我们走着走着在想说3500订阅到底该怎么铺陈的时候，棋子就说，哎，上雅那个，对，那个。看到没有？那这是这个要录起来，大摔椅子，大洗手。好，这个，然后大家们看到这个死小孩给我点了什么？大洗手，还说上雅就这个啦，这个、猜拳输了吃一只。对，猜拳输了吃一只。我这是为你们牺牲，我跟你们讲，我看到这个我其实我很怕。他居然，然后居然他就说要买，我说好，那就3500订阅就这个了啦。好，那我们，所以我们现在要猜拳了。好，拿手拿出来，剪刀石头布，噔噔噔噔。好，七天。好，快三七，那个吃。味道怎么样？多汁的，味道怎么样？我不敢去回味，这个脆，就脆脆的，然后快速嚼一嚼，我不想再感受它有什么东西。可是味道都香香的、脆脆的。好，那蛮好吃的吧？你不懂，那是一种触感跟视觉上的冲击啊。对，然后是说不，啊，来，我帮你拿，来。来，我帮你拿，太好了，太棒了，来，轮到棋子了，我有点恶心，看吧 ，I told you， 快轮到你了吧你啊！好，我尝哦，滋味如何啊，妹子？那滋味如何啊？啊，在笑吗？你在笑啊？你滋味如何啊？只是有点恶心，恶心。对，然后也不是特别好吃，就一团炸的东西，是不是它？来，我们呢一定要看一下，大家给近照一下，这个是真的每一根脚都看得到，都有点恶心，对不对？好，对吧？你还说你要吃？好，来，我们继续，我们还有三只。哦不，干嘛？太吃吧你！我只是咬到他的脚，我不想他。我刚才一只脚露在你的嘴唇外，是经典的画面，再让我们回顾一下。不要，讲解一下你的触感吗？没有触感，我们快速把它解决。不，拿来东西。吃，yes， 最后一只来，不，太可以了吧。没关系，看你吃三只我也开心了。可是最后这一只有点显足啊，这么大一只，快点，快又咬咬，快又咬咬。然后怎么样？我就赶快吞一吞，我不想去感受它怎么样。不过就香香脆脆的，对。但是这个其实这种食物不敢吃，绝大多数是因为它的外观，它那个口感。对，其实还好啦，大家可以尝一尝哦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都到这边喽，特别节目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对，我不知道你在录哦。干嘛这样？好了，我关了。闭了。